自制葡萄布丁果冻，等你炸一下，看做没做成功。炸不开呢。下个视频咱尝一下味道如何。我们今天挑战一下这两瓶水，看能不能滴水成冰啊！试一下。哇，吓死我了！我以为要失败呢，成功了，好漂亮，能看见吗？太美了。做个干冰棉花糖，它应该是急速的那种，就冻得很硬很硬，很酥脆的，多了也吃不了，就冻这些。再倒上点干冰，哎呀，好嘞！等一下，下个视频试。有沫，天天让我吃这个海参，啥时候能给我整个鸡排呀？真的，想吃鸡排了？啊，红心过1000就给你搂一个蒸的鸡排，真的假的？必须蒸的。这个视频红心能不能200？红心要1000哦，就要200。200不买。必须给1000才能买鸡排。来个最贵最有味道的面条，最近是怎么了？老铁也不给双击，海螺妹也没飘啊，看样子必须得加料。加料，老铁能不能给个双击？大米开花。海螺，必须吃个加辣的。苦胆一定要去掉，今天再来吸个虾，如果吸出来你们一定要给我一个双击，因为这个虾真的是太贵了。哇塞，新来的新产品啊，这个到底怎么吃呀？我实在不知道，有没有知道怎么吃的？
妈呀，这个人家是扒着吃的，就像扒开扒开吃，扒开吃，怎么扒不开啊？你会吗？我不会啊，人家说告诉我说扒开吃的。那我用牙咬吧。有点咸，实在不知道怎么吃。算了算了，不吃了不吃了不吃了。